家好，吃饱了无烦恼，大家斗阵来搭嘴鼓。我是臭屁娇啊，我是沙巴丁啊。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凤山城周公庙的故事。阮家住伫凤山城，总统阿扁也是阮亲戚，馆长群啊是阮大兄，行政院是阮家的运动场。我就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的上出名，红甲金长长棍的臭屁娇啊！耶、yeah, ！我是抹粉的笑死人，讲话吵死人，塞一大杯惊死人，年轻笑死人的十八丁啊！十八丁啊，就是我！喂喂喂，看你骑甲大包细包，亲像是要缀人走。啥物缀人走？你无看我？胭脂水粉，真个妖娇个美丽。我是要去游迄个大人富城啦，民女过时了。懂诶，你讲你要去倒位，你唔通金玉其神，路通才有亲。你敢知影，咱凤山城无足侪古迹，亲像是龙山寺、显风庙、凤仪寺，也是做公庙。咱嘛，大家咱用心去看，用心去听。讲到迄个做公庙，伊是烧什么香，拜什么神，我看人拢唔知影。讲互你捌，喙手着好拍解。你唔免讲个，你落落着个倒菜刀，赶紧讲我来批判一下。迄个做公庙所雕拜是清朝时代咱凤山府的地官做印。后代人称呼伊叫做泽公，夭寿哦！伊是犯着对一条罪，予人为清朝罚坐伫遐到今嘛。呸呸呸！唔通乌白讲，泽公对咱洪水开垦有足大个贡献。